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今天咱俩吃酱牛肉。你猜这俩酱牛肉花多少钱？这两条？怎么不得200块钱？眼睛看不起我，一条10块钱。哎，你可拉倒吧！你在哪儿买的？我不能告诉你，我要做饭去。大家好啊，今天给我媳妇儿做酱牛肉。首先呢，咱们准备在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我花了10块钱买了一条牛腱的肉，非常新鲜。首先呢，咱们将这个牛肉啊一刀两断，切好了牛肉，凉水下锅，来点葱姜煮出血沫，煮好捞出。咱们将焯好水的牛肉放入高压锅内，加入葱姜，加入八角、桂皮和香叶，来点酱油和蚝油，来一点点老抽上色儿，来点盐和鸡精，加两块冰糖里边。咱们加入生命的源泉，莫过于这个牛肉。朋友们，加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是黄豆酱，这个酱牛肉啊，加上它之后啊，味道也好，颜色也好。朋友们，咱们盖上锅盖，压30到40分钟就行。酱牛肉很多种方法啊，完了之后我这种稍微复杂一点，咱们加这个黄豆酱了。如果您的手里有双击，请您去得这个双击，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压好取出，哇塞，来吧。